我是新疆克州阿克德县红六中学一名体育特长生，我叫托里干。这是我们教练了解我们的这个体能水平，然后一个月一星这个体能测试，希望所有我们的同伴们这个体育生，体考那会儿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。上手，呀。预备，跑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现在，看情况，有些同学们进步的很大，我已经心满意足。每天训练完回家，我妈把饭早早做好。因为我训练那个体能消耗比较高，所以我妈特别操心我的吃饭。我还有两个哥哥，他们都很优秀，一个在武昌那边工作，一个我二哥过几天去舟山上班。他们两个都很优秀，都是我的学习榜样。叫八姐。من درس نور من تلیگ مارسویم شلو نم دختر و عائلات جمعان. 平常我不会在家，就这么训练。我二哥指导我。为了保持我的身体素质，然后我有个目标，考上北京体育大学。Ну, а ты можешь встать сюда? Можешь встать сюда. Да, я хочу встать.